哑巴了你！出来干什么？我陪着你。爹，你别过来，别管我，杀光他们！好啊，好样的啊！鲁智成，你出来凑什么热闹啊？啊！这孩子是你的还是吴有德的？少他娘的废话！你把这孩子放了，咱光明正大的打！推！行，让我放了他没问题。你让他给我磕三个响头，再拿文书金印来跟我换，要不然我打死他！磕头就磕头，磕呀！你们都给我站住！爹，别管我，杀光他们！给我站住！要不我开枪打死他！你站住啊！要不我打死他！打死他你就拿不到文书金印了。顺子叔，你不能死！